化肝脏，强化肝脏进一步那些毒素减少了，增强了免疫力。这个也可以说明光刚之子教授跟本间道博士1970年的研究报告，为什么吃蔬菜水果的那些长寿村的日本人活到100岁，答案就是这样。其实你有癌细胞没有关系，你只要改变饮食，改变酸碱值，提升免疫力，这个癌细胞是会萎缩的。我们临床上也看到很多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只要改变饮食，这些增生的因子会被我们这些有益的物质 block 掉，癌细胞会渐渐的萎缩而枯萎。临床上的确看到这种实际的例子，我以下会报告给大家听。真的只要改变饮食，我们癌细胞是会消灭掉的。我们很多观察真的也看到这样，吃蔬菜水果的人得癌症真的比较低。一个有名的例子去调查，就是在德国北方有一个 Hanze 这种族人，他们这些族人一辈子都吃蔬菜水果，当地的医生去调查，100年来没有人得癌症。第二个有名的调查是研究移民到夏威夷的日本移民，他们发现第一代与第三代大肠癌得的比例居然不一样，原因是饮食不一样。第一代的日本人还保留原来在日本的饮食习惯，肉类真的没有吃那么多。第二代还看不出来，到了孙子那一代，第三代跟美国人的饮食同化了，就是刚刚我讲的，跟美国小朋友一样，早餐煎蛋培根肉 cheese， 中午汉堡，晚餐吃个牛排，大量的这种酸性物质的饮食。结果发现孙子那一代的大肠癌跟祖父那一代不一样，同样日本人饮食习惯改变，得癌症的比例不一样。另外同样是美国人，摩门教徒、耶稣在灵会教徒教义上不鼓励吃肉，所以偏向不吃肉的这种情形，得大肠癌的比例跟一般美国人也不一样。这个是跟大家列举的 HHI 的疗养机构，这是在19世纪末在波士顿一个疗养机构，一个教会的疗养机构，专门收容人家医院不要的末期癌症的病人。主持者是一个神学博士，叫安威德摩女士，她非常慈悲，就照顾人家不要的这些病人。那到疗养院中间，她鼓励给他吃小麦草汁，一天喝4杯，居然发现这个癌症居然会改善。他禁止病人不要吃肉，然后喝这种偏碱性的小麦草汁，使血液的体液硫酸变碱，居然可以阻止癌细胞的繁殖扩散。那关于这种论点，最早研究这个小麦草汁里面含有麦丽素的这个过程，我要举一个人，最早写在文献上是藤田木这位博士，他到德国留学的时候，观察到在莱茵河很冷，在寒风之下，只有麦子可以这样活力的长出来，所以那时候认为，这个小麦草一定有什么特殊的特异功能，还是什么成分使这个在很恶劣的环境竟然可以发芽生长。后来狄仁义秀医师把它发扬光大，进一步研究，哇，小麦草汁里面有麦丽素这么多的成分，还有 SOD 的成分，还有抗癌的成分，一一被研究出来。所以小麦草汁目前是提倡生计饮食的一个很基本的里面的材料之一。那改善饮食，吃蔬菜水果，改善免疫力，而使癌症病情大大改善的例子真的很多。那外国的也有这种报告。1988年，这位教授哈洛德·福斯特教授研究了200个癌症患者，发现怎么有200个癌症患者病况怎么改善的那么快？真的改善的很快。重新一个一个去调查，到底是什么特殊的药物或什么让他癌症改善呢？结果发现并不是这样，改变饮食而已。他发现90%的
这么癌症突然癌症好转的病人改善饮食，怎么改善呢？不吃这些，吃全素，不吃很酸性，刚刚列过，糖是强酸的，反应面是中酸的，不吃这些酸性的食物，还有过度加工的食物。那台湾也有这种例子，发表在一些报章杂志，我把它列举在这边，有名有姓。第一个是一个张姓得肺癌的患者，他在公卖局工作，他当时得到肺癌很恐慌，不知所措，而且早期医药又没有发达，大概医生都跟他讲死路一条，怎么办呢？还有他的同学姓魏，任职于台中县长黄春兴的机要秘书，跟他介绍一个好医师，这个好医师叫做李格令。李格令博士，他是1949年到1955年马偕医院的院长，后来移民到美国。他那时候治疗这个张姓的患者，肺癌患者，劝他要改变饮食，因为李博士也深信癌症通通是酸性体质，累积了很多不好的毒素在体内，改变了细胞的酵素的问题。他给他的处方就是吃绿藻。因为我们叶绿素多的就是偏碱性，吃菱角汤。经过了5年，这个张姓患者的肺癌渐渐的萎缩，再经过了40年了，他把这个讯息写出来，而且把这个写信告诉移民到美国的这个李博士，真的真人真事。后来他把这个方法告诉另外一个患者，台中神医院的陈天寿先生，一样得了癌症肺癌，一样照这样做，肺癌也改善，这是真正的例子。那我在临床上也遇到这种实际的例子，改变饮食，病况真的好得很快。这是一个72岁的男性病人，清水人，来找我的时候非常严重，挂急诊。经过电脑断层检查是末期癌症，而且合并癌症已经长得满肚子都是，而且整个肚子都胀起来，光从那个 X 光片跟电脑断层大概这个没有办法切了，我估计大概这样摆下去2个月就会死亡，最多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整个肚子都胀起来，经由家属病人同意，我说开进去试试看，看看不能把你改善能吃，因为不能吃整个肠子都堵住了，所以我跟他开进去，跟大家简介一下他的病况。主要的癌症是在大肠很大的一颗，可是不止这一颗，他那个已经都到处转移出去了，整个肚子通通是癌细胞到处蔓延，而且到处堵住，很多节的肠子都堵住，那这种情形整个切掉是不可能的。那我做的手术就是退而求其次，前门不通就走后门，台中港路不通就走青海路，就是这样。胃不通，我就胃跟小肠跟它连起来，让它吃的东西可以进到不经过这里堵住的地方，进到小肠，然后发现小肠这边要癌症要堵住又不通，再找一条路小肠接小肠再移过来。然后到这边发现，哇，这边好多癌症，没有办法过去，就把小肠拉到大肠一个好的地方把它吻合，让吃的东西可以这样这条路跑到大肠，然后流到这边，发现骨盆腔出口也一大堆癌症，早晚那边会掐死，解不出来，只好往倒退，开个隧道出来做人工肛门。这个病人就是这样的手术，把胃接小肠，小肠接小肠，小肠接大肠，大肠人工肛门，其实是一个手术，是里面有四种手术，还好开完刀没有出差错，没有 leak， 病人可以开始进食。那时候我就劝他，你一定要改变饮食，吃那些生机饮食那一类的，先这样，因为很虚弱，先用喝的。可是不可思议，真的是如此，他改变饮食，喝这些。我教他的这一类的饮食，病况一天天改善。原来我预期只能活2个月，每2个礼拜来看一次门诊，都一次比一次进步。
第一次门诊，第二次门诊还很虚弱，到了满两个月的时候没有死亡，体力已经恢复到还蛮不错，可以自己走路。三个月更好，四个月更好，五个月已经好到可以开车，六个月几乎可以跟一般是不能工作，但是生活自理都可以的。可是这个病人到第七个月的时候反悔，王主任跟大家不要这样吃，可是这个不是很好吃，他又不相信，又没有吃这些东西，又开始恢复以前的饮食习惯。从开始恢复饮食习惯，病况恶化的非常快，在前六个月都很好，第七个月走下坡，第七个月就死了。不过因为这个改变饮食的确让我看到延长了这个病人的寿命。那讲到这边，很多人很多疑问，不吃肉能获得足够的营养吗？以下我用一些数据来给大家佐证。蛋白质，很多人说蔬菜水果哪里有蛋白质，你只要从种子食物去摄取，我所列的这十几种的植物属性的营养绝对胜过牛肉，因为每100公克的牛肉的蛋白质含量大概是18%，我所列的这些东西都超过18，每一样都比牛肉还营养，所以牛肉不会比牛肉更差的。又何况国外也有这种研究报告，国际的这种组织研究绿色食物跟没有加工的种子植物谷类所含的蛋白质，通通比动物性的蛋白质奶、蛋、牛奶都来得好。德国的研究是这样，非常肯定植物性蛋白质一致比动物性蛋白质好，所以没有这回事，不会因为吃蔬菜水果营养不好。钙离子，很多人反驳小朋友吃了会发育不好，钙不够，我所列的这些种子性的植物钙离子都这么高，哪一个不够呢？有人说吃这些东西会贫血，没有铁剂，那个是好小的，没有这回事。你看我所列的这些紫菜花生黑芝麻等等，铁剂都非常的高，问题你要会吃，要会吃，真的要会吃，不能说早上会钱花花，中午会钱花花，晚上会钱花花，你只要这样吃的话当然会营养不良。真的吃蔬菜水果的人比较健康，从刚刚我讲的日本人的研究种种，张博雅的研究，这是张博雅的 paper， 他研究胆固醇，他曾经报告这个数据，吃素的158，常常吃肉的比较高，胆固醇真的比较高。眼底网膜，我们要看眼底来看，我们血管硬化真的可以从眼睛里面看。素食者16%，常常吃肉的高达2倍多40%，比较容易血管硬化、骨质疏松。吃素的18%，肉食的将近1倍35%。所以关于这个议题，骨质疏松，大家都很错误的以为钙不够。从来我们台湾人的饮食钙绝对不会不够的，是因为钙流失太厉害。钙流失是因为酸性体质里面的酸过多，需要你体内很多的钙来中和。那你体内的钙最多的、最直接的，就从你的骨头搬。所以蛋白质、肉类蛋白质过多的酸性体质，就是骨质疏松的最大元凶。同样的意见，大家可以去查美国新世纪饮食观 Robinson 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摄入腺癌跟动物有关，增加3.6倍，心脏血管疾病也有关，吃素的大大的降低90%，中风可以降低20%，这个都是说明改变饮食你一定会比较健康。最后，改变饮食是个人健康的问题，比较健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列给大家看，就是环保的问题。饮食跟环保怎么扯上关系呢？听我以下分析。我们这个饮食习惯，人类的饮食习惯真的对地球的环境影响很大。我是根据这个学者报告列给大家看，他说我们现在为了吃肉嘛，生产肉类的过程
大量的误用我们的谷物，误用我们的水，误用我们的能源。怎么误用呢？谷物真的超级浪费。我们种出来的谷物，在全地球有 40% 是给牲畜、给牛羊猪这样吃，在美国有 70% 也是这样花掉。水污染怎么污染呢？在牧草撒肥药的污染产生硝酸盐，还有这些动物的污水里面，那些粪便里面有硝酸盐，硝酸盐是致癌物质，污染了普遍的水源，水源污染的得癌症比例高。第三种污染是空气污染，全球统计起来，所有的牲畜解的便便高达3000万公吨这么多，这些阿摩尼亚放到我们的地球里面，会产生酸雨，森林会渐渐死亡，温室效应的后果会来到。还有水资源能源的消耗非常大，怎么会消耗水呢？事实上，我们这个地球可用的、可饮用的淡水越来越少了，可是却消耗在养殖业者。水资源的消耗算给大家听，从一个小牛养到一头牛可以宰的话，每天需要吃的牧草换算成每天需要灌溉的水，养一头牛需要一辈子要等一个水，等一艘驱逐舰可以补起来那么多，换算成重量好了，一半的牛肉生产需要耗掉2500加仑的水，2500加仑是一个家庭一个月的用水量，这么浪费。另外，能源的消耗也很高，因为生产肉类 的用所消耗的石油是可以跟大豆比起来，你看一半的牛肉可以生产40磅大豆的，同样的一个能源是这样。另外，我们生产肉类要运送制造比较重，这个能源的消耗是谷物的10倍大，所以能源的消耗真的是水的消耗就是这样。其中最重要的，我们的确研究出来90% 的粮食白白的浪费掉。我们粮食这个人类的人口一天一天多，没有饭吃的人多得很，我们却这样的糟蹋。算给大家看，今天假如同样的一块土地种出来的谷物可以养100人的话，今天大家不喜欢吃谷物，把这些谷物拿去喂牛、养牛，吃它的牛肉，吃它的牛奶，喝牛奶，吃牛肉，这样的情形大大的降低，因为这个是食物链的关系，只剩下可以养30人。今天大家不喜欢吃牛肉，假如全部去养鸡、吃鸡肉、吃鸡蛋，这个产生的营养只剩下12人。养猪最划不来，因为猪很会吃又不长肉。第二点又没有猪蛋，第三点又没有猪奶。你假如去养猪的话，只剩下8个人，所以真的划不来。所以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尽量不要这样浪费饮食。为什么呢？其实粮食的浪费真的是糟蹋了，糟蹋了什么呢？我们研究统计，美国人只要一年少10% 的肉类就好，跟着他10%，那就会多出好多五谷杂粮，多少呢？1200万公吨，1200万公吨一年可以让6000万人不会饿死。我再举一个例，麦当劳汉堡那一块汉堡，淡淡的牛肉，淡淡的牛肉需要多少谷物的？那些谷物把它收集起来，可以喂40个儿童，第三世界儿童很可怜，没有饭吃，就像这个一样，在地上捡东西。第三世界的儿童，联合国组织已经统计，一天饿死的儿童，第三世界一天2万多人，一年700万人饿死凋谢。像这种可怜的小孩没有饭吃，一年700万人饿死，你去看那个联合国的统计。所以今天来跟大家报告，怎么能吃得高高枕无忧呢？请大家记住这个表，你喜欢这样吃的话，越红色的你就等着生病。文明病的原因，
真的是饮食不当，高动物性、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类、高钠的饮食，这种饮食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会让我们血液变质，会产生酸性体质，进一步我们的肠道细菌会改变，我们细菌会不平衡，最后会免疫下降，产生疾病，最后会产生癌症。关于癌症，我最后用一个影片来跟大家解说，回顾一下大肠癌。我们人类会产生很多疾病，我们不管是男生、女生，身上的细胞好多种，像肝癌、乳癌、膀胱癌、大肠癌，通通会变性。那今天我用大肠癌的例子跟大家讲，这个大肠癌尤其真的，我估计我估算，我们现在最多的是肝癌，肝癌是跟病毒有关，我们已经打乙肝病毒已经打了20几年了。有一天病毒这个核子掉的话，由饮食引起的这个大肠癌会是我们台湾最多的癌症，甚至世界上最多的癌症。所以现在世界各国普遍往这边研究，我们这个大肠癌的产生的确跟饮食有关。刚刚大家已经看过这个影片，每一个一个洞一个洞布满的，一颗就是一个大肠的黏膜细胞，这是它的腺体分泌黏液。这个大肠癌每个表面，我刚刚有电脑放了给大家看，这个表面会接受很多我们吃进去的饮食的分子，会进一步影响到里面的 DNA。 怎么来的呢？再继续看下去，我们 DNA 分类，我们 DNA 的 copy 就是细胞变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的这个过程，这种分裂的过程会受到我们饮食影响。底下的影片就是在解释这个，我们表面上会接细胞的表面会接受很多我们吃进去的很多很杂的这种分子，其中有一些致癌分子真的会引发一些分裂反应。那这个这些分子的形状都是现代医学生物科技的进步真的研究出来，整个过程就像是这样，一个分子影响一个分子，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且会把这个讯号传达到一个蛋白质接一个蛋白质。这些影片都在说明一些酵素的运作过程，它会把讯号传过来，一个蛋白质卡上去，再卡一个一连串的，最后交给这个讯号，这个讯号就乖乖的往细胞核跑，经过我们细胞质，跑到我们的细胞核里面，跑到细胞核里面，这个细胞核的膜进去以后，会影响到很多 DNA 的那个酵素的作用，这些一颗一颗都是酵素，它会来解开这个 DNA 螺旋状的构造，把它解开。那有一种叫做立体转换酶的这种会卡上来，然后把 DNA 拆掉，拆成两半，拆成两半以后开始复制，我们细胞就从此开始分裂。那正常的细胞是有寿命的，虽然它会老化，长到一个程度它会死掉，虽然是分裂，可是有的细胞自动会死亡，像这样破掉，像这个细胞生命到了有周期它会死掉，那这个也死掉。可是我们有一些致癌分子卡上去的，像这个癌细胞产生的时候，它就不会死亡，一直在分裂，一直在分裂。癌症就是这样，一直长，一直长，所以大肠癌就开始长大了。这么小，刚刚算过，100万个癌细胞就是这样。这个长好像怪物，长到一个程度，这个时候它会进一步作怪。怎么作怪呢？你看，它这个会找血管，我刚刚讲过，这个癌细胞进一步会通知血管长进来，因为它挨饿。这个会分泌很多分子，这个血管细胞乖乖的血管就长上来了，来营养这个癌细胞，这个就糟了。一旦有这个营养细胞来影响这个癌，这个血管长到这个很小，大家看起来很大，100万的不过是这样而已。这个新生血管一直长，一直长，这个癌症就不可收拾。长到一个程度，这个癌细胞会掉下来。像突然有一个癌细胞就跑过来了，会钻到这个血管里面，开始会转移，像这两个就想进去，就跑进去了。跑进去里面以后，
所淋巴的血管就开始，那在这个过程我们免疫系统就来攻击，免疫系统会把它一个一个杀掉，可是你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完全杀掉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漏网之鱼跑出去，像从这边大肠蛇跑到什么，一直跑跑到肝脏去了，大部分的大肠癌都死于肝脏肿瘤，跑到肝脏的时候它会跑出来，从肝里面的细胞跳出来了，开始转移，在这边落脚了，开始生根了，变成滩头宝，就开始复制。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发现肝脏肿瘤，常常会打一些抗癌药，这个绿色的就是抗癌药，早期还有效，可以把癌细胞杀掉一大堆，抗癌药打下去的时候癌细胞真的会杀掉一些，可是癌细胞也不是省油的灯，它自己，我们癌细胞杀的就是破坏它的 DNA 的合成，它自己会修复哦，癌细胞自己会找活路出来，自己会像这抗癌药把它破坏了，它自己会修复哦，这个 DNA 会把它修复起来，又粘起来了，粘起来以后癌细胞又继续长，然后虽然杀掉了很多癌细胞，癌细胞自己找活路又开始长了，虽然一些抗癌药打得有效，可是会留下一些抗药性的癌细胞继续长大，所以癌症很难治，就是这样。最后，肝脏里面的肿瘤一个变十个，十个变百个，变千个，就一直长。那另外，我们在肠道的早期的癌细胞经由新生血管，它一直长，长到一程度就不能控制了。那乳癌也是这样，其他的癌症通通是走这条路。那这个电脑报告就是告诉大家，饮食的确影响很大，饮食的正常，这是一个抗癌药来破坏癌症的过程，给大家看。同样的，我们饮食也可以这种成分，我们饮食你看很多免疫蛋白、免疫能力，像灵芝类的，或者是最常见大家劝大家巴西蘑菇，它的确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抗癌的物质，它的抗癌作用好像这个动画解释，它是一种蛋白质，结合这个使它增生的那个位置把它 block 住，使增生因子没有办法长，那癌细胞就很容易的会萎缩下去，甚至会攻击我们免疫系统的启发，会攻击这些癌细胞。那这些癌症真的是靠提升免疫力来得到治愈的。我常常讲，恢复提升免疫力是最大的治病的系统。那有一些免疫系统可以破坏这些新生血管，把它破坏掉，癌症没有的新生血管真的会萎缩。所以一来一往，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例子：改善饮食，癌症好得很快；不改善饮食，癌症就一直来了。这些都是攻击癌细胞最好的那个。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免疫细胞，给大家看免疫细胞，这是打化疗的过程。我们提升免疫力又打化疗，真的我临床上观察起来，真的效果是最好的抗癌。像这种细胞就是 block 这些 DNA 的合成，让它不要合成，那癌细胞就一个一个死掉了。癌症的消灭真的是要靠这些东西，那这些我们可爱的免疫细胞靠过来的。这是我们的步兵，一靠过来，分泌很多抗体攻击这个癌细胞，这个癌细胞就破掉，一只不够，两只、三只，整个免疫细胞过来战胜癌症，真的靠这个免疫系统。你看免疫细胞过来的，这些请大家一定要改变饮食，真的癌症才会好。这是我语重心长的劝大家，一定要这样做，癌症要好，一定要靠这个。最后我一个小结论，劝大家，我们一定要改变饮食习惯，我们现代人不需要再吃那么多肉，我一定要劝得癌症的病人真的一定要多吃蔬菜水果，我们吃蔬菜水果真的不会不营养，刚刚我已经列了好多的表佐证这个事实，而且会更健康。我们假如这样做，我们不仅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可以预防癌症，而且刚刚讲过，对环保也很好，减少地球污染，改善地球的环境，又可以多出
好多的粮食来援助国家。所以今天跟大家告诉大家的是一个理念，很简单的，只要改变饮食，你看有这么多好处，是不是一举数得呢？谢谢各位的听众。感谢王医师讲得非常的精彩，各位我们市民觉得王医师讲得好不好？好，谢谢。好，那我们王医师讲得这么精彩，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就是王医师呢，他特别的开放的时间，要让我们亲爱的市民们来问一些医学方面的问题，怎么样吃才会健康，包括很多的肾脏病患者，我们家人一些糖尿病患者要怎么样吃。王医师呢，他讲这么精彩呢，那我们等一下呢又有问答，希望各位你们稍安勿躁，请先再坐一下哦。那在我们这个问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有一些呢跟市府结合的这个活动呢，在这边呢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我们这么样精彩的活动要推广，各位一定很想要让我们家人呢也能让同样能够听到这一场的讲座。那要怎么样能够得到这边的资讯呢？那就是我们跟市府的网站做了结合，做了结合。所以如果说你们需要这一相关的这个医学讲座啊，一系列的资料啊，防癌手册种种，我们呢在市府这边呢，我们一切的活动呢网站上都有登载上去啊，跟我们这个烈山基金会做一个连结，所以呢你们需要相关资讯都有。还有我们呢也有制定很多的 VCD 啊，很多的资讯呢小红书呢要送给各位结缘啊。那接着我们再报告一下呢，跟市府的合作方面，像我们会一直的推广我们的健康医学讲座。如果你们这当中呢有很多的团体想要申请呢，请你们跟我们这个林连山基金会呢做一个申请，电话是04-2232-1588。等一下，我们问题请等一下。接着下来呢，我们第二个方案就是说，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呢，我们要推广在我们市府所属的机关学校呢，我们看能不能够每周来制定一天的办理健康高纤蔬果餐，给学童呢我们的下一代扎根，让他们身体能真正得到健康。接着下来的我们的方案就是说，我们邀集的全省哦，像台中市呢，我们就邀了100多家啊的素食餐馆做打折的活动，响应我们这个我们4月7号哦是这个全球的健康日啊，我们世界的一个健康日。那我们这一系列活动，我们会推广到5月份、6月份。都有陆陆续续很多的素食餐馆加入我们打折的行列，让各位能吃到又健康又便宜又好吃的素食餐。那还有就是呢，我们的第四个方案就是我们跟市府的网站结合这一点啊。那接着下来就是我们还在4月5号到4月7号呢，就是世界健康日是最后一天，我们办理3天的蔬食文化活动，我们鼓励市民呢吃3天活力元气健康餐哦。那我们是要强化市民预防重于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饮食的观念。那我们会举办圆游会，那至于地点呢会在我们的网站跟我们的新闻媒体呢，我们会发布这个记者会，那我们会把这个消息呢公布给民众知道啊。那你们可以到时候我们可能在雅各花园或者哪里办理非常大型的圆游会的这个活动啊。那有请我们市民呢共同来响应我们新世纪蔬食文化健康活力在台中的这个活动啊。那好，我们紧接着是最精彩的啊，就是我们要跟王医师请问很多的一些问题。在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的义工哈在两侧呢要传这个我们红色的这个纸条给各位呢，让你们呢来响应一下这样的一个活动。你想要吃一天也好，3天也好，7天也好，乃至你觉得这样的健康饮食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你要终身都这样的吃的话也可以哦。请你们写下你们的名字，或是你如果方便就留个电话，方便我们呢通知你们时间到了要吃这个健康饮食素食哦。那这个我相信各位听的王医师
师的演讲之后，一定很想要速速看哦。那我们现在好，我们开始了提问，各位来宾，你们有来问想要问王医师这个有关于健康的，我后面很踊跃哦。我们那个义工义工先生是不是？好，把麦克风送过去。请问一下哈，除了刚才说吃那个都是蔬果以外哈，如果在平常都是一些柠檬或者是酸梅的话，那对于健康有没有帮助？谢谢。非常的好，我是鼓励日本人有这样，一天一颗酸梅，真的很好，今天的舞蹈一颗酸梅乌梅真的对身体非常好，尤其是那个乌梅醋酸梅醋那个更好，真的对健康很好，你长期吃真的很健康，没错。这个醋吃起来酸酸的，其实是碱性的，好，有助于我们酸碱中和。还有哪一位要请问医师？王医师啊，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想请问王医师，就是现在大家属于这种高污染的环境，那如果我们去市集买一些蔬菜水果回来，还有喝水的品质，要如何改善？有没有几种方法？谢谢。你讲是农药污染嘛？哈，的确。台湾生产蔬果，有机蔬果真的比较少，所以怎么自求多福呢？大家一定要尝试比较高农药污染的，或你当加的多的那些，尽量不要吃。一定要吃的话，请买有机的。那万一回来怕有农药，要怎么洗呢？有几种方法：清水的冲洗，臭氧的解毒。加食盐、加苏打水，通通是方法，就是把它稀释掉。最好还是请我们行政院农业，现在是农业部是不是？还是鼓励我们台湾的农民精致化，大家一致来种有机的蔬果、有机的米等等，可以卖好价钱，大家也不用吃那么多精致的农业。这样一举数数得，不要再撒那些农药了，不要再进口那些农药，有机耕种，鼓励这样，那这个是属于另外一个部门的努力，真的要提升全台湾 的健康，还不只是这些，自来水也很重要啊，我们自来水 的那个加氯也是很不好，那也会产生自来物质啊，等等很多方面，不是一个方面，但是饮食最重要，大家都是吃到肚子里面去。我们上一次的场次哦，就是我们农业课的课长又教给我们方法，他说怎么样去农药呢？他说先把蔬果泡在那个温水里面，蔬菜水果泡在温水里面，泡完之后再用大量的冷水，冷水大量冲就可以把农药去掉，因为它温水把农药溶解。提到这边我要补充，加温水就是把那个农药溶出来，然后加冷水就把它冲掉。那至于自来水，的确里面跟有机物会产生三氯乳化物，这种自来物质已经证实了。三氯乳化物普遍存在我们的自来水里面，但是加温可以煮沸，可以把它蒸掉。要加温多久呢？煮沸以后，盖子一定要打开。你盖子在盖子不是要丢地回去了吗？盖子打开8分钟，实验已经证实7分钟都不行。8分钟就不见了啊，请大家这样做。我们那个温水瓶一直闷着，这样不好，一定要打开盖子比较好。温水瓶不是闷着吗？吃自来水的市民要注意，一定要打开8分钟。那问题，煮沸8分钟会醉的出去，哇，也是麻烦啊。所以要这样的一些应有的知识来解毒啊，解毒。好，谢谢啊。那我们很多市民可能会很担心，你说我吃一天好像我家人也不跟着我吃一天，那怎么办呢？你们可以从吃早上那一餐开始哈，你说你只要吃三餐呢，就等一天啦，你也可以这样子点哦，给大家方便啊。那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要请教医师？我们这边有一位他请教说，他的先生死于肺癌，然后又有亲戚死于这个淋巴癌，那家里还有很多他的东西，这样会不会传染呢？癌症不会传染，不会。癌症不是这样传染的，癌症是致癌物质，不是传染的，不是经由什么动物病毒，不是。
它要很长的时间酝酿。好，这边还有，这边还有。王医师，请问，就是如果说那个钙哈，那个流失的很厉害的话，那现在要从植物里面可以能够补充吗？你刚刚没有注意听，刚刚有个表，刚刚有个表给他给你看一看，这个表在这里，含钙的在这里，这么多食物的钙一直都很高，请照这样子。这么多东西，黑芝麻最高第一名，太多了，可以吸收就是了。是的，没错，对，钙离子一定够的。好的，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说荨麻疹的患者，那他也常常会胀气，这要怎么样吃呢？我觉得，好，我们一个一个讨论。胀气，胀气是你的自主神经、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失调，蠕动不好，那最重要是长期接受了我刚刚讲的那些菌种不对的毒素，那里面又产生很多刺激黏膜的东西，所以长期胀气的话，细菌会累积。那最常见的都是产气性的细菌，都是不好的细菌。所以总归一句，就是你的十五兆细菌出的问题，要改换一下哦。也会造成你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很多荨麻疹，所以荨麻疹是因为你肠子的问题。我可以笃定的跟你讲，你的细菌一定出了问题，所以有荨麻疹，有胀气的症状，整肠一下就好了。培养好菌，只要再吃抗生素。你说我怎么有吃抗生素？肉类里面普遍存在不好的抗生素，长期的吃，菌种都跟你改变掉了。这个改变回来要花一阵子哦，不是马上可以那个哦，所以饮食一定要改。那要快速的话，我的处方都是这样，我都会给病人喝那个比较强的泻药，像我们要开刀的病人，要准备肠道或者做大肠镜的病人喝的那种泻药，一喝通热清洁溜溜，把那个脏的大便清掉以后，从此一定要改变饮食。你再继续吃肉没有用。请改变蔬果，快的话再吃细菌，吃好的细菌，像AB 优酪乳、表辉明，那台湾有很多生物科技公司有生产本土的台湾的台湾人适合吃的细菌，一汤匙两亿只，那十五兆的话是十五万亿，你要吃七万五千汤匙，其实不是这样，吃进去会一直复制，所以整个饮食我要完全改。大约几个月后，你病况就会改善了。哦，所以还是要从饮食根本的改变，不要再吃毒素进去了。这边还有一位女士要请问，这位先生好，先请。那王医师你好，那个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说，吃素的普遍会缺乏维生素 B12，就有一些动物里面才有的，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吃素现在就是要讲究，最重要就是要生机饮食嘛？生机饮食要尤其是生食，那是不是有一些像是像我本身有气喘，我就直接问了，就是气喘的人吃这样子生冷的食物，适合吗？谢谢。好，第一个问题，大家都会说 B12 缺乏。B12这个东西只要微量就好了，不需要天天吃，但是素食里面大部分没有 B12是没有错的，但是有几个有，外人一共一点二加，枸杞里面很高，你只要一个月吃一次就够了，枸杞啊，这知不知道？还有一些中草药里面也有，所以免惊。我吃是15年，你看我像贫血的样子吗？像。从来没有补充，我可以跟你讲，我15年来没有吃任何的维他命。我跟你讲为什么？平常食物是很均衡。第二个，我刚刚不是讲了吗？我的大肠天天跟我制造维他命啊。第二个问题是，的确蔬菜水果是偏寒性的、凉性的。你讲的是寒性的体质，当然是比较寒性的体质就是副交感神经亢进的，简单的解释是这样。
所以最好要中和。那我们植物属性里面比较温的、热的，就整这几个，就是种子性食物，麻油姜啊、哦、这些要补充种子性的食物。那榴莲是第一名，所有热性里面第一名就是榴莲，第二名就是龙眼、洛梨啊、哦、这些。你要这个有书看，自己要拿书来看，自己适合什么品质，适合什么食物，自己要搭配。那一般我们蔬菜水果人都会加姜嘛，哈，姜就可以了，大概是这样。姜是很好的东西，三不五时摇一摇，真的可以预防感冒。姜啊，这样会不会吃？你会不会调配？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好，哦，我们王医师哈、哦，他不是只有看起来没有贫血而已、哦，他的那个皮肤啊，他那个气色啊，都是我们这边的女众最羡慕的，对不对？我们的皮肤都没有他好啊，他常跟我们讲，那个皮肤，这个皮肤就是我们肠胃的一面镜子。镜子，你肠胃好啊，你表现的气色一定很棒。脸部就是大肠的镜子。好，我们再来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吃一些坚果类的酵母啊，很容易放那个臭臭的那个瓦斯，好不好？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吃什么？吃什么？他说吃一些坚果类，但是豆类那一类的东西会很容易放屁。哦，那个是豆类里面的蛋白质被我们体内的细菌代谢。我还是讲一句话，虽然是蔬菜水果，蛋白质的量不要过多。我们都鼓励低蛋白，蛋白质真的不需要那么多，适量就好。你吃过量了，假如还有继续这样的话，也许要吃一些不一样的。建议吃一些细菌嘛，吃一些那个现在市面上有 T cell 那种，那名字叫 T cell 那个本土型的那个乳酸菌，还有 bifidus 菌，不要吃美，吃日本的，吃其他国家的进口的细菌，吃自己的细菌，整肠一下，改变一下生态，改变一下你大肠的菌种。好的，谢谢王医师。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有乳房良性纤维囊肿，半年检查一次。那像这样的话，也要吃素食吗？这个是一个健康的观念呐、啊，就是说，我已经跟你讲，你假如要吃肉的话，从国际上的报告，国内外都跟你讲，的确长期下来对健康不好。那你说不吃可不可以？当然这是自由啊，看你爱不爱惜你的健康。很多证据显示，真的，你吃蔬菜水果真的是长命百岁，不用花很多钱。我的健保卡只盖过两格，到现在，从民国85年健保只盖到 A2， 新的都没有用过。好，王医师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植物性蛋白质是不是优于动物性蛋白质？那个不是有幻灯片吗？美国的国际的报告跟德国的确优良，比那个蛋白质还好。好的，这边还有个问题，就是说有自体免疫病的人能不能吃木素芽？这个应该可以吧，因为自体免疫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出差错了，你的杀手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攻击自己的那个，就是你的细胞的表面的那些。细胞表面的那些的基因那个接受体被改变了，啊，当然这个很复杂的那个很深的那个道理，但是普遍你只要改善饮食，大大都会症状改善的啊，建议往这边做。好，王医师，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小孩才12岁，有异位性皮肤炎，要怎么样从饮食来改善？这要怪妈妈，因为你小孩是牛养大的，大部分都是吃牛奶。我跟你讲真话，婴儿生下来的时候，妈妈不自己养，不吃母乳，从肠胃到免疫系统建立开始吃很高量的蛋白质牛奶。牛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过敏物质，你的免疫系统就这样建立。这个我有标准答案。大概是牛奶惹的祸。哦，王医师的资料非常的齐全，什么样的问题都考不倒王医师哦。牛奶是补还是毒啊？
美国畜牧协会的那些广告都不实在。美国小科医师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反对牛奶联盟，牛奶是致命的那个，为什么呢？近几年来牛奶的生产过程药物污染、生长荷尔蒙、抗生素，还有牛也不是吃素的，牛吃自己的同胞的尸体，你晓不晓得？排癌骨、剩余物质、内脏、大概坑为饲料里面给牛吃，这种违反自然生态长出来的东西，生产出来的牛奶，你说会不会变质？美国小儿科医师已经很多负面的报告研究出来，现在很多病都跟喝牛奶有关，过敏体质等等，这些都是，请上网去看。我个人是不吃的，所以过敏体质很多是这个原因，从小不知道，一直吃一直吃，因为牛奶里面很多弱蛋白，很多高量的蛋白跟人类没有关。你的小 baby 假如是小牛的话，当然可以吃牛奶。问题你是人类，请鼓励喂母乳，请各位妈妈要负起责任，要自己喂小孩。刚刚有讲了，尽量不要漏食，那些毒素会 pass 到你的小孩去，真的是如此，请大家回归自然，因为我们的牛奶的生产过程违反了自然了，因为这是养殖业者的手段了。那个黄牛病就是这样的后遗症啊，牛的骨头嘎嘎变骨头骨夹，牛的骨头搅成粉放在饲料里面给牛吃，过敏体质先改变过来，蛋白质异类太多了，接触太多了，在养成免疫系统的过程出差错。好，谢谢王医师。因为我们时间上也差不多了，我们最后一个题目啊，那其他如果说我很抱歉，这边还有很多题目没有办法回答，那就说可以跟我们王医师联络，或者说上我们的网站，如果我们可以回答你们这些问题的话，欢迎你们的上网来查看。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有这个大肠癌啊，那已经有一阵子了，每天都喝蔬果汁，竟然有胃酸逆流的情形，这是为什么？啊，想过寒性了。大量的吃生津饮食，交感副交感神经会亢进，会松弛，胃也好，食会松掉，会逆流。所以有时候中庸之道，不要一直这样中都啊后而后，不能一直吃寒性的体质过度。那是因为你一个药物，我觉得是中庸之道啊。我意思是不是说，是不是应该配合姜啊？对，真正的生津饮食的配方不是这样哦。有它的那个，不是只喝蔬果汁而已，不是只有蔬果汁很寒就变了，也没有错，还配合坚果类吃嘛，对，可以让身体不要那么要平衡啊，平衡，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的感谢啊，我们各位贵宾以及各位来宾的光临。那我们为了结合我们心灵文化的这个新世纪饮食观呢，我们要推广健康活力的素食呢，而且我们还是为了要维护地球的环保，这是我们这个活动的宗旨。为了我们自己跟我们家人的健康呢，为了我们祥和的社会呢，我想我们国人应该积极的去追求这个科学医学的薪资啊，饮食的薪资，来教我了解我们21世纪啊素食文化的新观点啊，以我们高纤高蔬高能量有机养生保健的素食文化，我们向这边迈进啊！那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师傅一起哦，我们向这个健康活力的台中市迈进，好吗？好的，那我们谢谢各位的莅临，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摄影记者啊先生们，还有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会场呢，提供我们饮食，还有一些健康的有机的食品，那非常的低廉的价格呢，在旁边做了一个。